这一段是有很多这样的地方，但是它后面又回到了升的调，所以第一段这里要特别注意降西这个音，还有还原发这个音。那你其实就是一指，两个一指，两根弦的一指都靠着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我们再听一下这一段。空，升哆，可以拉得稍微果断一点，因为它叫两个掷弹兵。如果你拉得太连，那感觉就不对，所以可以拉得稍微多断一点。感觉变了，变成升的。注意这个功法。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地方，第二段开始其实就回到了我们之前都熟悉的 A 大调、D 大调，都是那种升的感觉。那刚好回来是 D 大调，D 大调我们之前接触过，所以对大家来讲应该不难。就是降调，可能各位还不是太熟悉，所以第一段还是要加强练习。加强练习完第一段以后，再把后面，结合起来。这首曲子就可以完整的演奏下来，我们完整的听一次吧。